害羞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后来发觉小东哥在社交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好笑，我是赵哥的。我觉得小东哥很像个小女孩。他讲对了，就逗他玩，逗他的这样。所以你是说对他有喜欢的感觉，你才会害羞啊？没有，其实都会害羞了。小钟，你现在决定是你要抱他，还是他要抱你？没有，我都 OK 啊，真的。我抱他一次，他抱我一次都好啊。哦，两次 OK。天啊，这么害羞。所以我们要先看曲家瑞抱你的版本。我不行的啦。你可以啊，你高度刚好啊，你刚好把下巴搁在他肩上。不要啦，好了，我们就终结这段没有结果的爱好了。OK 了，徐老师，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来啊，你要引导他，就这样。哦，手要抱住他肚子，就勒他脖子好了，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对吗？把你肩膀，你下巴靠在他肩膀上。擦香水、古龙水。对呀，他我平常都有擦香水。曲家瑞还是无法忘怀耶，连闻到香味都。他有擦哦。是。你很感受他的一切。我们昨天录影就没有擦。我有了。没有。有啦。有。他有擦。听得好清楚。徐老师也不用当侦探了，他没有发生命案，没关系。来来来，肩膀靠上去。来。肩膀，哎哦，很合啊，很幸福啊，蛮好啊。徐老师，我帮小钟问一句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放过他？你可以就这样，本来就没有什么，你可以就这样雷够吗？他就是真的，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就是有好感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就这样。而且通常我看好的人，马上就会有好感。真的，不必等，不必等，不必等。曲家瑞不要等小钟，然后大家不要再说他了，他真的是很棒，很优秀。我跟你讲，谢谢。真的吗？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啊。然后他喜欢谁是他的事情，不要硬要就是。所以你现在是粉丝的心情了，已经对他不是。而且他很诚实，很诚恳。那我们来拍一个悲伤的事情，我们来拍曲家瑞的落寞的背影从门后。这样你们真的要害死我！不要。屈臣是粉丝整个形象啊！你要显出无情的样子，你去在那边，然后背对着我们，不要理我们。我们这一群，你就真的拒绝我。对啊，对，你就真正拒绝我，但没有不要送别啊，让他自己走开。哦，对啊，讲一句对不起好。对啊，多一个对不起会好一点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够好。我没办法爱你。啊，是我的问题。这个都没有逼迫你，这是你的真实心声呢。不需要任何什么。哎，这个感觉是我们已经在一起笑。我们就是这么荒谬啊！因为当你拒绝一个女生的时候，你本来就是可以表现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没有？你没有错，兄弟。好，不然小钟，你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直接放他走了，他就落寞走掉就好了。好，我绝讲，你一句话都不讲，对不对？我说不出口，你连说他再见都不说，我说不出口。所以你也不要说曲家瑞，你滚。我没办法，也不要说对不起，我无法爱你。那你也不珍惜他的眼泪。那个没有。那你要替我们打开门，然后把他推出去。反正你要变一个廉价魔术。但我要谢谢你，刚才说我是学术界的林志玲的，这是真的哦。还有李毅说你是学术界的蔡依林，真是。我没有听你讲的了。我本来想说你是演艺圈的达文西，他想说不要达文西。吃饭都不付钱，对对对，没有，他有，他不付钱，他都这样子。我那天跟他去吃饭也是这样，不付钱的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讲他了，好不好？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不要这样子嘛。小钟，我给你一个选择啊，这选择比较容易一点。小钟，就是这一集快要结束了，你要他留在现场陪我们到结束，还是你要他离开？没，就陪我们到结束啊。陪我们到结束吗？对啊。那曲家瑞，你愿意在这边陪他到结束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吗？康永哥，我不介意站着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站着，我们有椅子。